众朋友们，女子200米决赛第二组的比赛即将开始，让我们再次聚焦出场门前，有请运动员登场。三道2023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200米季军，浙江陈依婷。四道湖北弹射者朱俊颖。五道女子60米全国室内少年纪录保持者，浙江陈雨洁。六道2023全国田径锦标赛200米冠军，湖南湘北王桂芬。我们4位选手集结完毕，比赛即将开始，请全场保持安静。比赛开始，4位选手顺利出发，非常干脆的启动，迅速的过弯，来到第一个直道冲刺。最后一个弯道，陈雨洁加快了频率，目前处在领先位置，16岁的天才少女非常迅速的通过了终点，参考成绩23秒92。稍后呢，也会将两组选手的成绩进行综合排序。我们看到，我们女子200米的全国室内田径记录呢是23秒52。陈雨洁呢，刚才是在决赛当中跑出了23秒92的成绩，未来可期。今年只有16岁，从她的年龄和天赋来看，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她未来的发展的。稍后呢，也会将两组的选手进行综合的排序。